大家好，我是三届奥运火炬手，中国体操队教练Lu Shanzhen，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火炬手的传递。这当然，这个奥运在中国举办，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谁都希望在奥运赛场上表现出我们最高的水平。那么，尤其像我今天能够参加这个火炬传递，我想这个火炬传递不仅仅是代表了我的个人，也代表了中国体操女队，所以我相信我们能够在奥运会上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当然，这个奥运火炬手可能这种机会比我参加奥运会的机会更珍贵。因为我已经这个带队参加过几次奥运会，但是作为火炬手直接能够传递火炬，我想对我来说，才是第一次，也可能这人生中直接传递的也可能就只有这一次，所以说我很兴奋，我也很珍惜。当然应该说中国体操队和三星还是很有缘分，我们很早的时候，应该说八几年的时候就和三星曾经有过合作，那么这一次的合作应该是在2006年的之前，正好三星和我们合作以后，那年2006年中国体操队可以说取得了相当出色的这个成绩啊，尤其作为中国体操女队，我们又是突破了53年来第一次的团体冠军，我想这和三星都是很有缘分，所以我希望这个合作能够这个越来越好，同时也希望三星和中国体操一样，能够在事业上这个越来越出色。当然我想在灾区的同胞，这次在汶川的这个地震这个很不幸，但是我想现在更需要的是他们的一种这个坚强，更需要是他们一种重新的振作起来。我相信有中国人民，包括世界人民全力的支持，四川在汶川这个地震一定能够从这个困境中这个走出来，而且我相信在遇难中那些受难的这些孩子们我想他们很快会得到援助，很快的能够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所以我可能更多的关注着这些孩子们，传递圣火，奉献关爱，这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愿望。